请您欣赏相声《论捧逗》，演员者金鹤兰、朱鹤松，有请。谢谢您各位啊，感谢您，谢谢大家伙的掌声与鼓励啊，谢谢您啊。这个马上周末是啊，好多朋友也开始放假了，甚至于好多上学的孩子们也开始放假了。对，听相声的朋友越来越多了，都选择了德云社来听相声，开开心心的，多高兴啊！演员水平都不错啊，刚才人家刘春山合作伙伴冯一凯给您表演一段传统的节目《分河班》。对啊，给大家伙在短暂的时间里带来了无限的欢乐，很辛苦，休息休息吧。这场呢，换上我们哥俩来再给您说一点，继续给您说相声。有认识我们的朋友啊？好，其实有朋友对我们哥俩也比较陌生。哎，不是这俩人是谁呀、啊？认识也好，不认识也罢，对，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介绍吧，介绍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对呀、啊，哥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嘿，我的名字叫做金鹤兰，我是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谢谢各位啊，感谢你，这是大家伙对我的支持。哎啊，但我知道，更多的朋友还是喜欢这位老师。哎呦，不用乐得这么猥琐。猥琐是的，好多朋友就是奔着他来的。没错。哎，行。大哥，用你。承认我，这个大哥的声音真是有一点儿娘们唧唧。哎，好吧，我说话也这样。对，大哥们喜欢他啊，感谢大哥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您可以说不喜欢金鹤兰，哎，得喜欢他。谢谢，我这搭档很优秀。你说可以不了解金鹤兰，得了解我搭档，很幽默。谢谢。您可以说不在乎金鹤兰，得在乎我搭档。说我名字呀，倒是，我觉得这个干嘛有脏字儿是怎么的？这一说出来不都这个拿这个消音给你消吗？没事，姓朱，哎啊，朱鹤松是我。那个现在朱老师这年轻一代里的翘楚，哎呦，翘楚谈不上啊啊，那不谈了，佼佼者。佼佼者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叫什么叫佼佼者？有两只脚的人，多么搞笑！我看这包袱，他们都这么说，我竟然把这归为包袱，这是天津曲艺之乡拿这种拙劣的笑料骗我们的衣食父母。什么？我看他包这样，他都说这包袱。他们都这样，您不能这样啊！相声世家的名字不能砸在你的手里啊！我谁相声世家呀？什么叫世家呀？什么呀？家里至少有三代以上从业者才能叫世家。您的祖父是不是从事相声的老前辈啊？我爷爷是啊，唐杰忠先生。说着说着，杨沙子不好好聊天了。这我倒希望他是我爷爷呢。你爷爷是谁呀？你管得着吗？不能说，是吧？犯过错误。这天天的没事，我们家这群人让你玩明白了。我说你那不是郭老师的相声也算老师吗？那不也是老前辈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别瞎说呀，至少来说我也得姓靳吧。对对对，这点巧合在我们家得碰得上。甭说名字，靳老前辈那是靳氏相声的开山祖了吧？在我们家算了。对了，我爷爷从业者算。您这是标准的少靳。少金，少金，以后就这么喊啊！少金，哎呦，以前都少谢，现在少金，少都我金废话，你姓金的你，少金，以后就少金。我没有，我父亲不干这个呀。不是，你看咱们天天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，我以为要小小金啊，小小小金，太 Q 了，没有，没进啊，人都加一个后代，都加一个少字儿。对吧？哎呦，有这么说的啊！对，但是你郭先生叫什么？少郭。现在是没有人这么喊。现在，但是这人家先不说相声了，那影视圈里不流行这么喊。这不是等到我们家就得流行这个？这不都少进的多帅这名字，我倒想叫少少猪了。大刘子干起来的，他怎么也不好听啊？少猪。对呀、啊。
这挠两年，到四五以后就加爷字了，少进爷就好听点儿。对呀、啊，加爷那他凭什么还得加个少呢？直接喊进爷都好。那别跟你爷爷就混淆了吗？你们说不能混淆，不能混淆，你混淆不了啊！你见不着他呀。你哪找我爷爷去？不是他找我是找不着了，他现在葬一块儿。他确实现在已经就是魂归纳世了，是不是？人家看天津这马三立泰斗，人叫老马爷啊，这有的儿子少马爷马志明，这不都这样吗？对你除了他们家这么说，还有谁家这么多世家了？常家，对呀、啊，常连安、啊，人家家也世家，好几代也干这个。老常爷呀，他的儿子叫什么呀？小蘑菇，对吧？这起外号，对呀、啊，小蘑菇，谁说了呢？少蘑菇，人不起外号，人这仨字儿跟这仨字儿，他不不耐怎么吗？他不是，你换一个呀？爷爷叫老晋爷，你以后就叫撒糖菊儿。跟我们跟我爷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撒糖菊儿，我叫大糖菊儿多好呢。哎对，人家里确实有人从业者有这么说的，是是。但是除了人家这个马家呀，有这个老马爷、少马爷这么一个称呼，对对对，好多家庭世家并没有这么称呼了，没有没有、哦。哎，但是我努力啊，我努力啊。现在少接四十五以后，少进爷。对，等我四十五以后，行，我完了，直接到六十，我退休了，我直接老进爷啊啊。但是这个世家有一方面，就必须三代啊。都还从事这行业，对我父亲断档了。哎呦，反正是他怎么这么不争气呢？要不说呢，对吧？我跟我爸回来商量商量，要不我爸拜你？哎，大爷，大爷不用叫，哎，这往心里去了。对不对？当然我父亲人家那阵儿过去有别的工作，哎，对，有工作啊。像您来说吧，别看家里边没有从业者，哎，没有这方面的，没从业者，但你算不错。哎呦，我谢谢您，自力更生。哎呵。对吧？对，生生不息，是吧？息事宁人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真蛮无聊。这就不是世家子弟，要世家还说不出这话。对，哎，到世家到我这就是我是你爹，也没什么意思啊。当然说你啊，在那个，哎呦哎呦啊，这不是相声界的，就他妈二人转。说话呀，我挺开心的。说呀，我这不乐着，我左秀脸呢吗？给三哥俩，你用你，你是害臊惯了。哎，我还怕丢人嘛，对不对？跟朱老师在合作呀，其实挺开心，哎，确实真是挺开心啊，是吧？有时人家都盼着有这个家里干这个从业者呀，哎，对呀，会好更好，哎，就是。但是您算这个另辟蹊径，哎呦，我谢谢您，另辟蹊径的。别看家里没从业者，没有这行，但是自己呢也慢慢好起来了，哎，努力学习相声，哎，保不齐以后你的后代，哎，也能慢慢的从业了，哎呦嚯。家里您像你们孩子啊，哪儿都有干着。哎，以后让他顶帕瓦罗蒂那科。说你说相声，你孩子顶帕瓦罗蒂，你都没那嗓子，你让他顶这科？对，我努努力。你们家里有这基因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你甭想那个，咱俩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我为儿孙做马牛。哎，有这么说的吗？看看多厉害。什么话都接得上啊！当然，您这方面呢，我希望还能更好。还得更好，还能更好，是吗？啊，找对了。哎呦，尤其像你这个捧哏这个事业啊，啊，捧哏事业里，你现在算是，哎、当然算事业了，这工作吧，工种啊，这工种，你在这个桌子里边这个领域里啊，已经占山为王了。我在这个无腿人这种行业当中已经非常的完赛了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你在这真是在这个桌子里边，在这块、啊、你已经撒过尿了啊，画过地了啊，就是说您在这方面啊比较不错，是比较不错。对，咱说继续努力，我就不能骄傲。那肯定的，不能停滞不前。对对，干好自己的工作，哎，别拿着这个方面的不当回事儿。那肯定的，最主要的别拿豆腐的不当回事儿。哎呦，那不能这么说，进入新中国之后人人平等了，已经没有说歧视不男生，没有这种情况了啊。境内没有这种情况了。境内，你跟我聊都什么样？不是说看不起人，咱也没有这人人平等。我怕你瞧不起我。没有，咱们都翻身当家做主人了。啊！你干嘛？你今天冲击春晚呢？我都进腊月了，我冲击春晚。我现在能让二月二龙抬头这节目让我上就不错了。为兔年做准备。对的。兔年，兔年啥呀？
我再等一个轮回。你我说心态放平和，肯定心态。我知道你现在好多人喜欢你了，你有点飘了，我发现。没有点飘了，嗨，这环境是吗？尤其也回家了，一回天津演出，这就要疯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是这样，我在广州落。哎，他叫鬼！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！就是那个嘴叭叭叭叭的，这能叫鬼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有假汤的劲儿？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你这不说翻脸就翻脸的。我也琢磨怎么入伙面包，这小脸一翻比炒股还快了，我就是炒面的脸。哎，全生气了，不是生气呀、啊！你在台你多多少少的，你都是你给我留点面子，我也回家了，我这不这不给您留面子，我这也父老乡亲的，是的，我也海河儿女，对对，我没我知道，我觉得你长得挺帅的，这跟他相声有关系吗？长得帅，大背头，我这小空气刘海一留，多帅呀、啊！别话了，真是，这不就是那个韩国的流量明星吗？这不就是那谁吗？那个 H O T 吗？这不就是？我出去好吗？不是 HTC， 我这脸多得多胖，走 ，TCM 吗？你这就挺好看的。那你别问，胡子跟那个，我长得好不好，你跟相声有什么关系？你长得有好，说的完不好笑，那就没你好笑啊。没你好笑，您在我心中永远不可撼动地位，你在我心中就是小魏三儿。干到最后，小魏三儿是一个过气的二人转演员，跟相声一毛钱关系没有，就搞笑程度够了，够了啊！我现在跟你有点干够了啊！不要用这个字好吗？干够这样，搭够哦，听完这字眼了吗？行，换一个字，你别老一块说这个字儿带走啊！不是跟你合作，我本来我以前我还挺开心的，由于近二年我越来越难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喧宾夺主，是吗？是。对，旁边的大哥都承认。然后呢？行。不是你不能这样。那我应该哪样啊？你看看人家捧着演员都什么样啊？那我也是那样的吗？我不也站你哪样啊？站在桌子里边把腿挡上了吗？你嘴可没拦上啊！那你说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，我是挣了钱了，我是出了名了，我是出了名了，我是挣了钱了，能聊这个？能聊。这多快！你跟我搭档啊？怎么还能挣钱出名？这个现在不满意了？那聊嘛呢？聊班兔，你会是？哎呦！听我的，听喂。不是剃秃了，他就不显得半秃了。别老说人刘晓彤啊，我死你也能不团结同事的心。你跟我合作那么几年了，我心里还没有说多不平衡的。你还来个挣钱出名，就这秃。缺德缺的，不是研究相声研究的，放屁，天天拿人家脑袋开玩笑，天天玩笑自己盗密，天天跟家盗点口业，研究段子，一宿一宿睡不着觉。哪个段子你研究的？那都好多段子了。哪个段子？报菜名你研究的？那我整理的，用你。我从百度上搜完词儿，我都抄在我这本上了。我等超过了写字，我抄过了一本，我就给他发行了。然后呢算抄袭？那不行，那凭什么？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遗产啊。那人张寿臣先生人整理完了，就你这么闲的自己再抄一遍。那我也不用他整理啊。那不人家老先生干过的事儿呢。哪个节目新节目新段子哪是你弄的？你说出来。那今天那几个新节目哪是你弄的？你说哪是你弄的？哎呦，哪个我没参与？哪个你参与了？真是一个措辞小王子。哪个没参与？对呀，我哪个没参与？是是，你参与哪个了？我哪个我也没参与。你干嘛去了？您在那儿研究节目的时候，你家里孩子谁给你看着呢？你家里那一双儿女谁给你看着呢？我问问你。硬气，谁呀、啊？你媳妇儿啊？你们俩弄的孩子，我看着像爸爸。我以为你去了呢。
呢？我还能去吗？天天在外面弄火去，就去我们家了。寡不攒见，把我们家后院失火了。这下寡可不攒见了。我一出门，基地让人偷了。对。所以我多忙，你知道吗？你忙什么了？我忙什么了？我追剧啊。追剧。我得看三大队呀、啊，我得看，我得看呀、啊。天天你真忙活。对呀、啊。就天天光忙活这个，跟我聊挣钱出名啊！现在不挣钱，跟我来德云社了这么多年不挣钱，挣着钱了吗？秃秃，先骂说，我爸他一会儿说我。来德云社十来年了，你跟我聊挣钱了，现在开始，你哎呦，还那么不乐意，还让我说喇叭。您现在跟大家伙儿说。别骗人啊，都是天津老乡啊，对吧，都是天津娃娃。咱城市来说，一个月现在跟我挣多少钱？跟他能挣四万。四万一个月，四万左右。你听听听听，好，干什么能挣那么多钱？没骗大家吧？没有。诚实的吗？我都成二十了。成二十多钱？两千。哎哎，拿着两千块钱亏心吗？不亏心，两千块钱我比地保还少三百五了，我比地保还少三百五了。你多大工作量啊？我工作量可不小啊。你有什么工作量？你每天上班几个小时？上班得四十分钟，对吗？啊，我住得远呀、啊，我住武清，我天天我得上这说相声来。我怎么武清怎么了？武清不也天津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我现在是怎么来吗？你也没出事啊！啊，怎么来？你溜达来呀、啊？我得骑自行车来。哎呀，骑自行车天天倍儿远，骑四个半小时才到家，后边还俩大箱子呢，这边高粱，这边豆腐丝儿。我早晨这干嘛呀？从自己家拿点特产呀、啊？对、啊，卖呗。我早晨九点就出来，十二点半准时到家里市场，到那儿拿一个木棍插在那大梁里头，把车立好了，先卖豆丝不卖我们凑了，卖完了下来。你现在是卖四零五零五差的了，你这是？忽悠我，忽悠我。对，这卖到六点半，把这个自行车锁留园地铁站，我在一号线坐倒二号线，我再上店来。你是挺忙，你都躲鱼来这儿。对，你在这儿等一天回家就得了。那不行，我还得回去囤点豆腐丝儿，明儿再卖。我一气儿再准备太多，他就凑了。确实是。对，有那工作你都多一说相声。哦，那你说相声，咱们一天工作半个小时、四十分钟也好。对，一月两千，人家好多朝九晚五的，一月也就这个钱吧。一朝九晚五干一个月也才挣两千，对吗？人家还掏不闲心呢。那可我一个月在到手八百多才。对，我比咱太幸福了，是不是？还有挣三十六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呢。谁呀？上世纪七十年代。你要放过去那可不嘛？那可不，两千块钱，你得找点副业呀。对，我就找个副业呢。对，你甭光这，把那个摊往那一支啊，来个自助。对，谁买自己扫呗。我把车搁墙上，里弄一自助，我坐地铁上街上业务来。你别上业务，你干点别的呀？干什么？你今天白天啊，比方说吧，这个干个代驾啊，晚上送送快递，我全干反了。我白天谁喝酒啊？我干代驾，要喝早酒的吗？然后晚上送完快递回家，里车没了。完了，你记定人套路。对呀、啊，我车不值钱，后面那俩箱子是定做的。就你有一个好心态，挣多少就多呀。啊，对吧？你今天你这演出带的你少吗？太多了，今天你基本工。是两千的，对呀、啊，你其他的演出少啊？那现在演出确实不少啊，对吧？你德云三宝有你吗？有我，一个给四万。哇哦！你给多少？你给什么？我那本也在你那儿呢。一个能给多少钱呢？我怎么一场才五千多？啊，一个给多少？你不就这意思吗？专场？对呀、啊，专场给多少？你这回你先说。一二三，一万两万，这该死的默契。对吧？你这个还多少钱呢？哦，可以了吧？可以，这已经比大多数人强了。我这对付对付，一年也弄个七八百个。哟，七八百个怎么这样？都是。一年呢，挣个十几万。啊、哦，十几万啊、嗯，就已经比普通人强太多了。我就是普通人，我就是普通人。那么你这现在已经可以了。对对对，你在这儿出名啊，名气可以。大哥不认识你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问我们俩嘛关系？嘛关系？我
观众和演员。我以为埋我里豆腐丝儿。对吧？你好多年，你现在可能啊，在天津，咱天津不提了啊，咱本地人啊，老乡捧，对吧？这不提了啊，其他地方啊，可能说是北京、哦、南京、哈尔滨、长春啊，这几个地方咱名气小一点。咱俩在西藏有名，还没去过呀。对呀、啊，咱俩在名气，我要在哪儿能体现呢？你告诉我，我也想上那儿满足一下虚荣心。杨村，杨村，我们家，我也知我，你要去，还挺哏儿。那你老想你什么叫有名啊？火到什么样叫火？火到咱最次最次，咱不说过老师月了，咱别到那份上，咱没那个命，咱火不到份上。火到谁那样？最次最次也得到刘春山那样吧。哎呦，你早一过，我换一个。最次最次也得到这个烧饼那样吧。你再换一个。我不认识是吧？那个烧饼可以。刘昊然最次为那个刘昊仁边上边下吧。哇哦！哎，我认识那个，越块越来越大。对，朱一龙，哟，魏文亮，精神可嘉，特色不一样，他一个一个的在这试啊。下个春也做魏文亮，希望可好。别问，这是小魏文亮，也就在天津的啊。可以，魏先生在天津这方热土上来说名气不小，那真是鼓楼跺一脚啊，就在鼓楼跺一脚。对、啊、那就是对吧，你不是相声二位吗？哎呀，哪二位？就哪二位？魏文华、魏文亮吗？哎呦，那真是相声界的一对兄姐弟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人家说的多棒啊，多厉害呀、啊！对，这个就可以了啊。咱到那份儿上也行啊，慢慢来呀。我慢慢来。这着什么急？他什么时候火的？他就二十多。他二十多就火了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。你不过去了吗？对吧？你二十多的时候没火，就这一站他没给你停。我那我换一文姓女行吗？那六十多火的。行了，有本章啊，有本章，对对对，有本章，我够呛能活到晚上了。努力呀、啊，你努力、啊，活到晚上啊，慢慢你坚持，我坚持就是。你只要活到一定岁数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我一定要保养，哎，对吗？今天晚上回去我就开始做面膜。你现在你别老生气，别老着急，别老欺负人，还这慢慢的养生。哎，对，对吧？你可以了，又挣钱，还有点小知名度啊，这就不错。哎呦，这一个已经比很多人强。挣2000多块钱，我们家都认识我，我这属于名利双收了。这就不错了。这家里亲戚走的还都挺勤，知道没有？对吧？你这不比我强吗？您怎么了？这不比我强吗？对吧？你出门了走马路上还有人认识你了啊、嗯？我说走马路都没认识，倍儿素，倍儿素，就你那素饺子似的啊，倍儿素，一点灰劲都没有啊。嗯，就没人认识咱，没认识，够清醒。清醒，这说的是实话啊，对吧？你反过来说了，你得到这现在的一切啊，你的付出跟回报已经不成正比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你付出多少啊？啊，哪个节目你也没弄、啊，对吧？你天天业余时间你就是看电视剧、追剧、外面玩去啊，对吧？你就干这个了。谁说的？那都不字儿。对。我那不是采风去了吗？那不是没到那儿采什么风了？我这不就准备搞一个大型的那种连台本剧吗？连什么剧啊？构思传奇。你有那么闲的？对呀、啊，干嘛学你们改《荒羊洞》，不学我改《构思传奇》？学。对呀、啊。改到哪儿了？这个还没第一集还没写呢。你找手啊，倒是。我得买笔去。我得买笔呀、啊。笔还没买呢。对呀、啊。咱连个笔都不带。我附近没有文具店。那天我去那哪儿了？那文具店没那裤子不卖给我。对，文具店压根不卖这裤子。我真，哎，我这么优秀。那么你反而你什么都没干，然后呢，你就现在的回报，对，挣钱又有名气，可以。不，但是我确实我也付出过呀。你付出什么？你就咱就最简单的吧。啊，我的付出肯定是比你多的。你付出什么了？我付出什么？啊，你快说吧，我等着你。背词儿啊，
背文本。我们也有文本呀，我们也有啊。你有什么文本？你有什么文本？我有什么文本？不是你发给我的吗？你怎么不承认了呢？我承认，我的文本我一发 A4 纸十好几片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一微信一打开也是好几片。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我没看，我怎么能知道的那么多？我要没你看完，你用了吗？我用了，我要没用的话，你哪讲那个包我不都没乐吗？证明我看过。你要说你讲一半，我乐了，我没听过呀。你这讲哪个我没乐，我都看过。然后呢，看完了，我给你写捧哏的词儿，你用了吗？你没写呀，你那是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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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锅米。你看我这个乙，乙，然后假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没给我写呀？我乙怎么？我那大是什么呀？就是你，都是你那大篇幅的词儿，这就好像买那个一课一练，最后看着答案，好不容易到应用题写一个略。他没我的，我给你设计了，我以前给你设计过吗？设计过呀。你没用过，嗯，你从来不用我给你这个文本，嗯，你老自己看完我那个词儿，你在家里研究去了，我得拿什么话回击这个语言？你能研究我你老？我们有文字，我就看会儿文字嘛。你文字你看的，你不能你光看我这个，你得想是怎么帮我，而不是在里边那个捧哏那帮人怎么挤兑我，对吗？你天天你留下空余时间都是研究这个吧？我这太没事干了，我也，对吗？我们天天的在台上背当当当当的，你以为这容易啊？嗯，你以为我们容易啊？天天就换二一个逗哏演员跟你合作，嗯，早就忘了自己说到哪儿了。嗯，也就是我主心骨强，说到哪儿我都能想到我该演到哪儿了。哎呦，证明你真是一个思维清晰的嘟嘟。对吗？你不要觉得有好多人还认为了我逗哏那方面呢，哎呀，不行，比较次，谁都能来，哪那么容易的？我不是我说的。可能怀疑就是你上了小号。嗨，放心，我那个时间没有时间劝你。我一直生活就是追剧，在台上卷就够了。对不对？我这还以我尤其我来着，我不容易着呢。天天那个词儿不是谁都能来的，而且像你这个，你这工种看似挺难的，天天台上挺活泼的，实则没什么。嗯，实则没什么。你那套东西真要站在外边来也不成。那站在外边照样没有问题呀、啊。什么？站在外边照样没问题呀、啊。你忘了去年六月六那天我逗过一回哏，你忘了吗？六月六看不笑。对呀、啊。说成逗哏了。对呀、啊，咱那年上方军，那年正好是五秀节，咱俩一上去，咱俩不还说了一段相声，我逗的哏吗？帮军，欢乐满大厅，演员沈其能来到搬金镇，我是朱鹤松，我不是说的那开场白吗？忘了。啊，你看他们懂吗？有，对呀、啊，我得承认有吗？有，去过吗？去过，蓟县吗？有，对吧？是蓟县吗？对，有个慰问，对，是慰问吗？养老院的是吧？对对，类似于养老院那种，有一些老年人，啊，里头一百多岁老头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有吗？当时我记得还是闹了一个什么这个药厂的一个活动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给老头儿吃药嘛？对吧？啊，那当然一些老头老大爷老太太们，因为什么都是前列腺那个症状有问题，一百多岁还差不多呗？啊，前列腺有问题，都是尿不出来尿。对，一百多岁还那么顺畅呢，确实太厉害了。对，那都是尿不尽的尿等待呀、啊，都是这种状态。对，那天你逗哏了吗？逗哏了。对，啊，逗了有十多分钟吧。得，对吧？得大段子。哎，对了，十多分钟大段子啊！当，十多分钟没错，逗了十多分钟。对呀、啊。好家伙，这一百多个这个前列腺的患者都尿了，尿得倍儿痛快。对呀，那证明是药好，跟我没关系。没有，你最利尿了。不，咱能逗啊？那照样站外边照样可以逗啊。除了那一回啊。干嘛呀？那就已经能写进你们家谱了。那不用，我们家没有家谱。你要说这话，今天在这儿，我还就给你逗一回哏了。好，再说我，你再说我给你来一回了。你跟这儿逗一回。对呀、啊。要到哪啊？什么叫要？你干嘛？你等会儿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要逗一回哏，在我这儿啊。对呀、啊。这是你站的地儿吗？这谁站的地儿啊？是我们。你们指的是哪个们？
哪个都我们在外边，我们都个儿高的、帅气的、瘦的，就你们这种死胖子就得站在里边。那个刘春山怎么还能用得上帅气这两个字？他不老了吗？那老帅哥了啊。能站，那吃就正想站外边了。对呀，你逗哏了，我就逗一回哏了。你就想试试水？对，我想看我们这水有多深。我不想把我的大褂下半身永远藏起来。我也想告诉观众朋友，我的大褂有下摆。跟大伙在外边聊聊。对呀，来，好吧，行，你进来行吗？我进去，你进来，来，他进来了。别让大伙看看我的大腿。好，不是，也让大伙看一看，咱的二字前羊马站得多厉害。这回我逗哏了，都是现班。我逗哏从哪开始？从三马步开始。你别老贫贫气气的，现在有这词语吗？真是。那你是什么动作呢？我习惯性，我逗哏有点小癖好，就喜欢扎着马步说。啊，就写这么严。对呀、啊，你随便，你逗哏，你乐意怎么演怎么演。我逗哏，我就打鞠躬开始。你打鞠躬开始。来，行，来鞠躬。你等嘛等？这鞠躬不得一块儿鞠吗？那不是你逗哏的时候吗？我逗哏了就得分开。那也没有人家看捧哏鞠完你再鞠的。不是，我这不就是对你有礼貌吗？我用你，我对你有礼貌，那咱俩一块儿鞠，多新鲜呢！来，一二三，两回了，竟然还敢信我？今天我给您逗一回哏。就拿那个相声来说，讲究。我现在跟你说明白了啊，你逗哏 啊，你刚才我开玩笑，我问你个，不说别的了，但是你逗哏有意见啊？什么呀？咱现在必须得规定好了，得是文明节目。谢谢，你要注意啊。贺松最近都是文明相声，最近都是文明的相声。不能最近，以后也得是啊。对，以后不敢说啊，我只能保证。你也保证以后也得是啊。说朋友，贺松只能代表今天绝对是文明相声。哎，好，那不看了。不对，你毁了我。你不看了，以后再演不了了。今天我给您说一段相声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来，等会儿，还有一点是文明相声。不仅得文明啊，他不是我所谓的文明，不仅是不能有那个黄色的那种。别靠我啊！屎尿屁这种也不能。不要再说了，我害怕这个，我是没有这个啊，都绿色文明的。您让观众不乐，我也不可能说那些了。今天我给您说点相声。不是您等会儿啊，您说，你逗哏，我怎么这么多杂儿呢？我怎么？咱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开玩笑。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开玩笑。对了，父母聊天开玩笑那不着。我记住了啊，我不礼貌，确实很文明。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，不是您等会儿，你把这个坑闭上行吗？怎么我这一说话，你那叭的叭，那个嘴本身就大，还一起我骂了。你交点名分，你把那个嘴闭上行吗？你歇会儿，我歇会儿。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，拿这个相声来讲嘛，四门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，哪门来好了都不容易。就拿这个说来说吧，一般。我们说一个大笑话小笑话，你倒是捧哏呐，捧的捧的，怎么了？肺癌了？不是，我看他给你捧的挺好的。别，你的小字你不让我不说话的吗？别，你也得有那小字儿，你得说呀。说什么字儿啊？去你的吧，这不都得说吗？这字儿。因为我逗哏的时候没听过，我不知道捧哏还想说这几个字。多新鲜！你逗哏没听过，不代表我逗哏不想听。这不有道理呀、啊？还得人用上是吗？啊、哦！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。就拿这个说来说吧，啊，我们说一个大笑话，去你的吧！哪儿就到去你的吧？我感觉差不多了，我这精心准备的都十点十分了，还不去你的？去你的，快走！左轮腿油丢了，我这精心的小包袱还没打开呢，我还没打开，小包还没抖呢，还得抖包袱。你浑身上下都是包袱，你还因为我这抖包袱大会嘛？我没去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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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相声我学的多。对，太好了。哎，今天我给您说点相声。好，拿这个相声来说，四门功课，没错，说学逗唱。哎，哪一门弄好了也都不容易。哎，确实是。就拿这个说来说吧，都说什么呀？大笑话、小笑话，蹦蹦蹦蹦蹦蹦，憋死牛绕口令，这都属于说的半天。你干嘛呀？你这。这不还是你逗哏吗？没喉结吗？我喉结、啊、我得多说呀。你多说。对，我这对呀、啊，我逗哏的时候，我那捧哏的话可多了。对，那不是你逗哏的时候，现在是我逗哏，你怎么分不清主次呢？我现在有点分不清大小王了。就您有点分不清了，是是有点的，是不？啊，你逗哏，对 对, 对，我得少说话啊，新鲜，我少说话，那您好好逗我，我这一逗您就搅，一逗就搅，没办法，不搅了，哎，好好来啊，您来点这俄了金德的，什么叫俄了金德的呀？就是特别棒的，俄了金德的往外掏嘛，对对对，我有媳妇儿，没事，来，来嘛呀，你擅长什么来什么，对呀、啊。即兴的，你不擅长即兴的吗？你来点即兴的，即兴发挥的。对，行行行，这行吗？好，辛苦您呢。啊，哎，辛苦辛苦。说昨天上你们家了，上家上家，到你们家啪啪一打门呐，打里边出来一人。哎，太好了，我一瞧不是外人，嗯，你媳妇我大嫂子。哎，是他。他说你没在家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就走了。啊，你走吧，我就走了。滚。我自偶走走了，哥哥们滚滚！你要这么逗，你也逗不乐大伙儿。你我哦，这还赖我是吗？肯定是赖你呀、啊！你怎么不自身找原因呢？我、就是、我什么时候的不可乐的时候我赖过你啊？不是，我这确实你可以赖呀、啊。不是因为你没有赖呀、啊，对不？你自己找你自己的原因呢？是因为你没有别人。能力了，你脑子东西就到这儿了。你要这方面的能力，你就站里边能耐大啊，多新鲜呢！我干嘛的呀？来，你东西回我看看，快点！来，阿金上，少金，少金上。你还刚才那套啊？啊，还去过，还去过，不用。哦哎呦，我这有病，我再信你一回。是不过三哦，怪我了，哎，该您了，我也不优秀。这行吗？行，效果不错，爆棚。辛苦您了，辛苦辛苦吧。哎，都上您家了，上家上家吧。啪啪一打门的，打里边出来人，出来人出来人吧。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没有外人。你媳妇大嫂子，大嫂大嫂，问你说你没在家。问你说你没在家？在家没在家？我就进去了，出来我就进去了，像话吗？我进去待会儿不行吗？别，你得走啊！我不想走，必须走。我要请你离开，我就不离开。离开我，你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让我走。我走，走，我也走，走。我上大街了，好，进小巷了，进小巷吧。到广场了，到广场，到广场吧。到剧场了，到剧场，到剧场吧。进了德云社了，去吧。我问你爸爸了，看我爸爸。你爸爸给大伙儿正唱歌呢，发发财，饼哥带你发财，发发财，饼哥带你发大财。用光了一年的好运气。哎呀妈，以后不咋了，揍了。什么？刚才我逗哏前可说了啊，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开玩笑。啊、最可惜看见我爸爸了，我爸爸唱着这么愚蠢的歌曲。火，把那个奔去掉，火也去掉，奔奔儿，这火吗？这歌这歌还不火？对呀、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相声吗？这个，我你爸爸朱云峰还不行？不行，朱不要，我给你认祖归宗来了。我不想要，我能换一个吗？然后换姓也行，我能把一朱云峰换成岳云鹏吗？不行，你们家没那个包厢，我不想要那个。不是你甭管怎么说、这个东西即兴，就我就脑子今儿就想到李明，因为他来天津的，我想到他了、说出来不就得了吗？不就为观众人乐了？你甭管怎么乐，乐不就完了吗？即兴不都这样吗？对吗？你拿他开玩笑，这是怎么呀？保不齐的即兴东西走嘴了、说出他来了，对吧？这有什么可较劲的、这是走嘴了，对呀、哎呦，这是走嘴了，没、你要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干嘛？我走手了，你有点太故意了，我有点不小心，我就拿错了。对对对，你甭走哪儿，你乐就得了。你这样我也能走，你我也能走，行。
福您呢，辛苦辛苦。昨天上你们家了，到你们家啪啪一打门呢，然后里边出来一人，我瞧不出来人，没办法，你寻思我大嫂子，他说你没在家，我说走了，上大街了，进了小巷了，来到剧场了，就瞧你爸呢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放，不能，我爸爸死了。真的吗？反正你糟践他也是糟践，还不如我自己来的。哎呀，这是大义灭亲呢、啊，这玩意儿这是。行行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爸别死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辛苦您了，死了。死早了，死太早了。辛苦您了，辛苦辛苦。刚上您家了，上家上家。啪啪一打门，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人出来人，好像不外人，没有外人。你媳妇大嫂子，大嫂大嫂。问你说没在家？没在家。我就走了，我上大街了，进小巷了，到剧场了，我就碰见你爸爸了。你爸爸？您等会儿。不能，我爸爸也死了。你爸爸也死的？也死了。别让他野了。嗯。瞎野野死了吧？对。没有了。没有。有好人没好货，死得好，是死得好啊，死得其所，对，所以叫好。死了我也碰见了，碰见什么了？我碰见，我不是这两天碰，什么时候？我仨月前碰见的。我爸爸都死八年了，八年前碰见的，不可能，那阵儿我爸爸就已经不出门了，那就让我记错了啊、嗯，碰见不是你爸。碰见你大爷，戴一黑礼帽，留一八字胡、哎，拿一文明罐，就是他。我没有大爷呀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卓别林吗？我问你卓别林了？我说这幽默大师吗？你够幽默的。嗯、你叔叔没有叔叔啊？你舅舅没有舅舅？你姥姥？我妈是孤儿。你？哎，你大哥妈妈接的，说点骂骂咧咧的。我还没发这个感叹了。俩都没了，没有，都没了。不是他们几个，谁呀、啊？是你同学？没有，没上过学。你们同事没上过班。你们门口的邻居？没有，那邻独门独院。干邻居？我有病，邻居都没有，我认一干邻居。我太缺亲戚了，我远亲不如近邻嘛。就这么跟您说，为了跟您说这段相声，三亲六故死绝了。没有，别把骂了，别把骂了，这儿都没了，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哎，看坟呢，还住坟地呀、啊？别不用，我别住那，我该回家回家，不能他们死了，我也给人弄那儿去。你还活着干嘛呀？下台我就死。就是你的狠，不仅对别人，对自己也这样。那多新鲜呢！一个都没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个都不留了。没有，你不能逗这儿吗？坐吧。有你们家，你都不用逗他了，何况还没了。你这是不是有点抬手缺人了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不戏比天大吗？没有。全家一个都没了。没有了。你家里再翻腾翻腾。喂，别翻腾。地柜啊，床铺底下啊，马桶盖底下边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家没有马桶，我们家有藏尸，什么都没了，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对了，还有师傅，碰见你师傅了，哎，我把他也带走，行吗？我把他一带走，这400多人都得死，看谁能挑起来这坎，都得死。不是你这样，你对得起你对得起后台这帮师兄弟吗？我用得着对得起他们？活着都没对得起，我死了对得起。你给师傅带走了，这帮人怎么想啊？都得死。头一个是郭德纲，第二个刘春山。要不你把刘春山带走，不是你给郭老师带走了？对，给郭老师带走。那以后这些观众朋友们怎么办？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批观众了，我下辈子还给您说相声，父老乡亲再见了，朋友们。
最好的分别，为了最好的相见。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有的时候说拜拜。快走，给人抬腿一下。你等我，没错，没错，哪啊？就都完了？没有了，不厉害吗？他再厉害也得说点什么吧？都给，我都没话了。都给他们带走。给过来带走，就好像给那个太平洋抽干了；给刘春山带走，就好像在太平洋里整一个芝麻。是吗？不是，舞台上表演，我们逗哏是否得拿你们这是给说个人吧？还得说个人，怎么你得说出口人吧？哦，对吧？你郭老师在舞台逗哏，也得拿捧哏家里边去说点事儿吧？哦，也得说钱儿大爷他们家，他爸爸怎么样了？他母亲怎么样？也得聊这个，老媳妇怎么样？也得说一说。对，你可以，我们逗哏的说你们家，哦，谁死了？这不允许你们捧哏的自生自灭。我们这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公主。我心想，你们有个人啊？哦，说一个，你说有啊？啊，行，那您说一个，我说有。我们家里有什么？弟弟，我是有个弟弟。哎，有吗？但是你碰不见。哎，我刚说倍儿棒，碰不见，碰得见。有我就能。今天满打满算刚出百天，别闹啊！啊，别闹啊！我问的是一母所生的，一个娘肠子里边爬出来的，一娘肠子爬出来可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他哪儿来的？这挡着我呢。叫论捧逗啊，我们哥俩这论捧逗跟别人都不太一样。真是的，我们人家那个论捧逗啊，都是逗哏的，说捧哏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我们俩整整相反。真是朱老师这个在捧哏这方面真是别具一格，挺出色。还是大伙瞎捧，其实是普普通通一个演员，都这么说，普普通通的。对，好多演员都说那人家是自。他谦虚，普通演员，您可不是。哎呦，我不是啊，在我心中您像这相声大师，有了。这是朱老师现在，尤其近二十年，这种风格自打成立了以后啊，好多朋友从这个各大的网络平台呀认识。哎，确实是，这网络宣传呢，确实力度。现在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了啊，确实进入好多年了。嗯。朱老师啊，各个方面吧，咱只能说各个方面都很优秀，真的都很优秀。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啊，家里也很幸福，娶了一个特别不错的小媳妇儿。哎，啊，媳妇儿也是我们德云社的，对，在古曲社，啊，也是这个从业者，对，哎，很好，俩人很幸福。有时候我特别羡慕他们两口子，羡慕什么呀？这两口子。到现在啊，打认识很多年了啊，人家小姑娘今九五九六吧，俩打十六七俩就认识吧，对，十六七岁那时候就认识，到现在她都三十多了，十好几年，不吵架不拌嘴，没，这我有时候我特羡慕，好多家庭你说都得有那个吵架拌嘴呀、打架呀、闹闹啊都有，没有，没有这种情况的出现。这十几年如一日，老是属于那个热恋期，对对吧？我真是太羡慕坏，到结婚到现在也是。咱说单丝不成线，也不是他自己的功劳，找我们这弟妹呀、确实是。对吧？用现在话讲啊，说我们这弟妹就绿茶，没有这么说的，没有这么说的，不这么说吗？张平水仙，我也不懂，福建那边的茶。就是怎么着就比较啊，哎呦，懂他，对，别懂他，说点话呢情商也很高，俩经常性的那阵儿过去搞对象，十来岁的时候二十出头搞对象，他不像现在，比如你是现在搞对象，你出门了去个 KTV， 去个酒吧，对吧？你出去玩去游乐场，那是没钱，那确实是，那是一般就公园，溜溜溜的公园，尤其他这个住武清嘛，有时候遛公园来市里边，对，啊，他对象市里的，对吧？去有时候住哪儿？去水上啊，对，西沽，经常去西沽公园。为什么乐意去西沽公园啊？黑，嗯，西公园黑，啊，有时候往那儿都溜达溜达去，但是不仅晚上，白天也得溜达。我打那阵儿，我就属于那种什么呢？就老跟着，
就是电灯泡的那种状态啊。人家俩人搞对象，我老是默默的在后边陪伴，主打一个陪伴。那时候我就想学习一下，我在这个恋爱这方面稍微差一点吧，对，不懂女人，不如人家，咱学习人家这个恋爱经验。到那儿去了，溜溜达达的，我在后边默默的跟着。溜达累了呢，人家找一个长椅，俩人坐那儿了，往那儿一坐，并肩的坐着。我一看，咱坐边上吧，咱别陪着了，咱坐那儿多讨厌呢。找一旁边的地儿，或者后边那个牙子呀，树后边找个地儿待着吧，咱看看人家什么状态，聊天啊。说的那个话呀，都是这些恋爱期间的说那个话。女生呢，她的地位也看着她。亲爱的，你喜欢我吗？你看他人家这个话就很正常聊天嘛。我太爱你了，哎呦，世界都不爱我，就爱你一个人。你就是我心中的太阳，我就想把天上的星星、月亮都摘下来送给你。哎呦，你真好。哎呀，我也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我特别的幸福。哎呀，哎，聊着聊着呢，也会有点小尴尬的阶段。但是人家这女生，人家会来事儿啊，找话题，当然看着她，哎，亲爱的，我有点手疼，又手疼了，手疼，你给我瞧瞧吧。其实找一个由头嘛，啊，哎，过来看看，哪个宝贝儿，我瞧瞧。你看这儿伸出来了，在这手背上轻轻吻上一口，还疼吗？还疼吗？嗯，不疼了，好了。你真棒。又过一会儿，亲爱的，我脸疼。又过来看了看，哪边？左边、右边，两边都疼。在脸上双两边一边亲了一口，还疼吗？嗯，不疼了。真厉害。他老感叹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亲爱的，我嘴疼。再看他，我就等现在了啊。哎呦，稳暖你的舌头。哎呀，一说这我都兴奋的。哎呦，别说，我自己放开。哎呦，来，再次又轻轻亲了一口。哎呦，法式深吻。哎，还疼吗？不疼呢。哎呦，看得我这个恶心呢。我这正看着呢，打远处走来一老大爷，哈，赶紧我小跑就过来了。小伙子，啊，痔疮是吗？我去你的吧！今天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光临，祝您晚安。